迎嚟到《逃出临界点》鱼篮子特别篇，我系，等阵先 ，cut， 你可唔可以褪后啲？行得太埋啦，褪后啲啦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长进的人，还蛮可爱的。呢、這个角度得唔得？睇唔睇到只手？睇唔到系咪？好，咁我由头开始啦。Hello， 欢迎嚟到逃出临界点鱼篮子特别篇，我系嘉慧。今晚我佩佩同阿奇会分成三组，挑战以最快嘅速度行完呢条猛鬼街。期间除咗要解决复杂嘅谜题，仲可能会遇到一啲超善嘅事。好啦，我已经准备好晒，唔讲咁多，快啲跟住嘉慧一齐。吓？又喂，你仲用紧呢部机啊？是 DJ 吗 ？DJ 刷盘。咁我去揾线索先啦，等阵你嚟揾我啦。欢迎大家今晚跟着嘉慧。DJ 刷盘也不说一声。好，我们已经来到九龙城寨了，我们要跟上嘉慧，跟上会刷盘的嘉慧。每个恐怖游戏都有那个东西，又有拉把。怎么啦？你在玩什么？你玩到啲咩？系下一关嘅锁匙啊！快啲跟我嚟啦！嘉慧，嘉慧，吓！刚刚很跳痛哎！我正想说你救回你干什么啊？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然后就啊！高维，高维はどこにいる？看无，蛮跳痛的。这样称赞的画质不错，就我不知道是在跳痛几点。嗯，这边你要，我还手电筒呢。赵维乐。我的员工证如果弄丢了还需要花钱买，怎么长得有点像萧敬腾？我的手电筒呢？哦，按这个。旋转仔细观察，蛮像萧敬腾的啊。劣化版敬腾，今日我接到了居民报案，说城寨内的某栋楼传出很臭的味道。我到现场发现臭味是从二楼的一个单位传出，但敲了很久的门却没有人回应。正当我想要破门而入的时候，腐臭的空气中却传来阵阵饭香味。真香，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人，所以就决定敲门。最后终于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开的门。怎么啦？又臭又香的，搞半天就只是想要讲真香这个梗。真香。一张残破的画作，后面写着雪儿牛一快乐。牛一是什么意思啊？牛一。牛一是生日吗？然后六十七岁的小女孩，六十七岁的小女孩是六十年前是小女孩吗？这是尿盆吗？被锁住了，需要找到钥匙。就是香港生日快乐的意思。地主在叫，没有错。他很奇怪，他刚刚明明就吃饱了，吃饱之后又给我狂吐一波，所以我刚刚其实是在帮他清猫砂盆，然后帮他擦吐吐。
然后他吐完一波之后，他又跑去给我吃饭，吃完饭之后跑来骂妈妈，专门给妈妈施压舆论压力。怎么啦？佳慧，你，佳慧，我刚是有看到一个破图啊。我们刚刚把那个衣柜门关起来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上有一个破图，有一张人脸？这样会吃太多槟榔。佳慧，你是烟酒嗓是不是？佳慧，这很突兀哎、欸！而且佳慧刚刚那个鬼脸出现的时候，整个就是有点破图。你今天为这款游戏哭泣了吗？你就回去启动发动，这很闹哎、欸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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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啊！怎么又太废了？哎、欸，木板不能用了，现在很危险，不能开门啊！好啦，可能要等他有提示才能那个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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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！Hurry hurry！ 好了。啊，然后嘞，我们要跳下去吗？你腿怎么没有断掉啊？你是好小子，这十公尺吧？哎、欸，有那么高吗？有十公尺吗？好啦，这大概是两层楼高。虽然说两层楼高不会弄死人，但是通常也会叠一下吧，会叠一下会。就是屁股裂成两半，或是脚会痛啊、骨折什么的。这好小子就直直下来，然后直直站着、欸，信仰之药。电话，这什么？直接从这边走上去哦。千山冷静时光，感恩粪更实况。真的怎么老是踩到粪更啊？嗯，这里。估唔到你仲未死。你系边个？嘉慧佢。听住，佢而家唔系嘉慧，你一定要揾到嗰个阿婆嘅屋企。想留翻条命嘅，就要快啦。寻找阿婆的家。寻找哪一个阿婆啊？是淡水阿婆吗？你是在闹什么啦？不要这么闹好不好？我走过去，你又给我直直的下来，你又给我直直的站着，我真的是很闹。这个看起来就是要给我们使用的工具，一把锋利的铁钳可能会派上用场，需要接通三个电源才能打开。我以为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用铁锤直接把那个锁打坏吗？我以为这边就是也是要直接把这个铁丝剪开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啦。结果这好小子他现在又想要循规蹈矩，又想要解谜了、欸、我真的是搞不懂你。所以是这边咯。我们用在这里。好的好的。音效也做的不是很好。非本公司员工请勿进入。
那是什么？杀人工作台。佳慧是不是又来了啦？啊？音效感觉是免费素材。音乐也结束得很突然呢。佩佩的员工证，谢佩佩，网台主持。你是说我们230公分的佩佩猪吗？佩佩，所以佩佩也死了。啊，哎，啊，这所以这里就已经开了。这是哦，其中一条电线，所以还有两条。然后一定是怎么又有佳慧？佳慧真的很闹哎、欸，我们先过来。佩佩，你脸是不是怪怪？劝你们千万不要看佩佩的正脸，你们就会后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们，千万不要去 Google 佩佩的正脸。菜苗母汤。好，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。拜托，这次让我们过吧！这里真的是很不知道讲什么才好。右手过来，好，好了，为防万一，我再躲一下，选择性不发现，好，我们都。三个发电机都已经打开了，那就可以离开了吧，不要再闹佳慧，真的是很闹呢。好，结果这个门打开的声音也是很让人没劲，啵，这样就只有一声啵。嗯，有鬼吗？只看到佳慧，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佳慧，灵道十足，能知你贵姓。等等，光是猜到姓氏，感觉也没有很厉害啊，因为总有一些常见姓氏吧。像台湾的话，你猜林晨大概就可以，姓林或姓陈大概就可以中个87%。お待ちしていました。ミコの忍び。RSHEA 感谢追随点手发录音。比如说，我看你这面相，你是陈小姐吧？什么？你怎么这么准？大师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看你这面相，你是李先生吧？大师，你好准啊！
我看你这面相，你是何老师吧？何老师，你还不还钱？嗯？啊？哎？哦，上面有一个八卦。哦哦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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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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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掉下一个尸体，但主角毫不在意。嗯？子轩？这个是子轩？这是 ？Is this Leo？ 是？是李奥吗？好了，邓子轩。对不起了，子轩，这是子轩的眼球吗？真的假的？是子轩的眼球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像假的？子轩的眼珠在旋转，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可能是木门啊，被锁住了。等一下，佳慧是不是要出现？我刚刚看到香港跳了，我也觉得说，哎，是在隐喻什么吗？居然没有被和谐。阿伯，入嚟啦，细佬。Are you 阿伯？呢度发生咩事啊？可唔可以帮下我？我朋友嘉慧佢好唔妥啊！后生仔，今日系7月14，鬼门关大开，你哋唔应该嚟呢度啊！婆婆，求下你帮下我哋啦！今次唔系专登冒犯咁多位，嘉慧一旦正常翻，我哋就会即刻走人噶啦。咁就要睇你哋嘅做法啦，台面上有几道王符，你攞去啦。唉，佢都系时候要走啦。婆婆，你房间怎么？遇难节晚，嗰种敲响八次嘅时候，佢就会过去隔离单位。准备反送，等我翻去。嘴巴跟配音没有对上。时候，将道符贴喺大门度。记住，无论佢讲咩嘢都好，都千祈唔好开门啊！带上黄符帮家，婆婆，你为什么不开灯啦？开灯好吗？婆婆，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你在房间里面点了13根蜡烛啊！这，对啊，而且这婆婆，这个没有人住的大楼，只有婆婆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很奇怪呢。而且我们现在手电筒没办法打开，这是什么？香港慈善会孤儿院全方社合影留念。婆婆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？电费太贵。几张黄符，一把钥匙。所以婆婆戏份没了吗？哦，香港有牙仙了哦。所以你们也是说，只要把掉下来的牙齿放在枕头底下，牙仙就会给你们礼物吗？招财进宝。香港的朋友们觉得这个游戏的配音配得怎么样？没有礼物。
放毒，超级放毒。原来如此，写手印。喂，这是杂物间吗？扭转全扭转乾坤，扭软软哦。哎，这个有钥匙，但是不能拿。1964年8月21号，应该是分更新，配音有点假。香港接受欧美文化教训，牙仙子的童话应该有可能。以前不是说给钱是会长出更好的牙齿。福利院的小三开了很多小白花，我给妈妈也带了一朵。今日我穿的紫衫的红裙子好看吗？你为什么要穿紫衫的红裙子？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，你为什么要穿人家的裙子？莫非买菜回家煮饭，帮阿明煮宵夜。怎么字幕跟上面写的不太一样？回家煮饭，准备宵夜，等阿明回家。阿明，有放假，赶紧回来哦。八点，哦，是八点，好，回家煮饭喽。结果妈妈回家煮饭的时候，阿明这里给助攻。妈妈，我要吃肯德基。啊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是怎样啊？高维，不要闹啊，高维。我现在可以过去。哎，他走超快耶。这样居然可以，太神啦！这样居然可以耶！哇哦，神作！不准你们再批评我们港鬼食物是粪作了，明明就是一款神作，你们都不懂啊！然后我要去那里贴符，阿伯救我，婆婆救我，我要去那里贴符啊！神作，不准再乱批评我们港鬼实况是粪作，这么神你们都不懂。佳慧生气气，超气，快点动我爱吧。我知道是你，快点开门给我啦！我是不会开门的。里面没动静的进去，这么快就要进去？不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吗？你现在就叫我们开门，凶！啊，没事了吗？高伟，你见点啊？醒下！而家。他终于走了。啊？放心啦。解脱？你朋友已经没事。阿伯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他很快就会醒翻。阿伯，你话讲完之后，嘴巴还在动呢，你有发现吗？阿妈，你怎么没感觉？之后，我同家慧就离开咗城寨，点都冇再翻入去。亦因为呢件事，我哋变咗做情侣。What？不过嘉慧因为惊吓过度，有阵时行为会变得有啲古怪。喺老细嘅安排之下，我哋调离咗外景组，一直留喺 office 做嘢。就咁过咗3个月，喺4日之前，我收到嘉慧一则奇怪嘅 message， 之后就点都搵唔到佢。呢几日收咗工，我都会继续留喺 office，
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Casey Zhang， 你那么晚还不睡觉？香港有这条什么？它上面写什么？刺绣什么？那只是什么？我没有听说过香港有这个地方，你怎么还没到？怎么不接电话？佳慧，你在家吗？我在你家附近等你。佳慧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林正月儿。哦，还没有结束啦，吓我一跳，想说也太快结束了吧。不是，他们两个变成情侣的原因很奇怪啊，怎么才刚被佳慧吓得要死啊？不就我们之后我们就跟佳慧变情侣了。我的钱包，静腾的钱包。地景风霜是什么风霜啊？是曾经掉到水沟，又踩到狗屎，又被车碾过，又被台风吹走，又泡过洪水吗？想不想找回家慧啊？你到底哪 Q 过？什么那么没记性啊？之前在城寨我还救过你一命，你听我讲先啦，你哋公司上次系唔系买咗一 set 二手设备啊？入面有部 DV 机，好邪噶，就系你上次喺城寨用嚟拍嘢嗰部啦。但凡俾嗰部录影机摄过嘅人，都会受到诅咒。唔信啊？你就去揾下之前影录嘅片，亲眼睇下咯。到机房寻找备用硬碟。哦，这里。又到咗逃出灵界点探灵时间。我是阿海。今日我哋嚟到呢个地方，阴气好鬼重啊！系传闻中粤剧《花旦分尸案》嘅现场，我而家就带大家去参观下。哦，搞半天我们还是要自己行动嘛。刚画面上居然有弹幕字幕宝飞过去，哎，是透过摄影机的画面。林怡在新剧团的第一次演出留念228。什么东西？不要开美善门，都放那种廉价音效。旋转，仔细观察，心脏四。心脏跟四，肠子跟三，那水力超大声哎，不是直播吗？为什么有音效？肠子跟三，锁住了。哎，
精致的发簪。拿去古董店看，可能会发达。一个手指模型，看到手指模型，我就想到那个207。啊，这要解谜哦。嗯？看是五。一坤二，好了，好 cheap 的特效。我们这边解半天，就被弹幕吐槽说是好 cheap 的特效。官方自带吐槽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人体模型。手。人死断气至短，转世投胎前会成为中阴身，中阴身六根具足，有49天的寿命。其后则投胎轮回变成另一种，这49天是临终重要的关键，如何把握这段。背面写作施法之人天赋不足，必将反噬其身。是绘图转身吗？林怡很快就可以回归舞台了。旁边那行字是什么？不用怕，我肯定会在期限内完成。就是要做那种人死复生之术吧。叉叉，这面墙好像很脆弱，所以要拿个东西把它砸烂了。这时候墙就吐槽：“你才脆弱，你全家都脆弱。”又在那边说人家脆弱，没礼貌。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啊！其实气氛做得还不错，但是那个画面的廉价感跟叫声的好笑感又让我们回归到了现实。弹幕刷屏，这边气氛有点像我们之前玩过一款游戏叫《神的地下室》欸。神的地下室气氛营造好多了。嘉伟，嘉伟，等等呢？嘉伟，你都不用换衣服是不是啦？每天要穿蓝色旗袍呢？这衣橱里面没有别的衣服，还是你衣橱里面有一百零一套蓝色旗袍？呢度咪系头先阿海拍嘢嗰度？嘉伟咧？嘉伟。一定要你那个音效吼，你那个目标音效是怎样？目标音效就是在故意吓人。存档的。有另外一个女鬼过去，终于不是嘎维了。
团里。我现在看这个铜锣就有不好的预感，让我想起不好的回忆，就是我们上次在玩那个 Home Sweet Home Part 2的时候，二代 Part 2，那个锣真的是。35年来每日在戏院留宿，这里如我家，暂请容我由今日起离开戏院，我自问无法再担任保安一职，请另觅他闲。李保全，保全，保全就是保全吗？保全的职业就是保全，看你这个名字看起来就是要当个保全。